哪些人容易患淋巴瘤？淋巴瘤的发病呢，现在趋于年轻化，一般是男性呢多于女性，特别是到40岁到50岁这个阶段呢，它是一个高发的那个阶段。我们就是我们著名的主持人罗青，他也是一个淋巴瘤，所以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呢，我们一定要小心哈。如果出现那个淋巴结肿大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小心，要想到他是不是有淋巴瘤的可能，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就诊。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男性的那个发病率啊，淋巴瘤的发病率是在排到第9位，那么女性呢排到第10位了，儿童呢排到淋巴瘤是发病率是排到第3位。所以它那个是基本上都是我们前10位的一个肿瘤哈，就发病率是非常高的，所以，在那个出现淋巴结肿大的时候，一定要考虑到是不是有淋巴瘤的可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哈，特别是伴有其他的症状，比如说发烧啊，食欲减退呀，消瘦啊，盗汗啊等等症状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更要。